感觉考得不错。一个很扎实的棒蛋糕。其他的我放冰箱冷冻了，我们来尝两块吧，看里面有好多坚果。嗯，很好吃。我是没有另外放糖的，我觉得香蕉的甜味已经足够了。然后我放了杏仁粉了，杏仁粉本来就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另外添加油分进去。我放的是杏仁粉和鹰嘴豆粉，所以还有很浓的豆香味。嗯，好好吃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有的时候就喜欢蹲在厨房吃东西。我本来还想放点果干的，因为我家里还有之前我朋友从新疆带的葡萄干什么的，但我忘了。今天想用冰箱剩下的一些蔬菜做一个煎饼。这些我提前是切成丝的，我把它们打碎好了。西兰花我也是洗好甩干，然后切成小朵放在冰箱的。解冻了一根香肠，这个是全麦面粉，放一点点。再打一个鸡蛋。我买了一口新的锅，锅盖是我自己配的，它是不带锅盖的。小番茄，自己超爱这个。再来撒一点这个。小川
有点舍不得拆开。太漂亮了吧！我应该吃饭之前拆的，这样刚才吃饭就可以用了。那我明天再用了。今天用这个新盘子，打算做一个沙拉。我蒸了一些西兰花，还有昨天剩的饼。好啦，吃早餐啦。